Media Man 很多问题很容易宕机哦，你看下面声音已经卡死了没有？然后时间一直停在4分12秒，他不知道录到哪里坏掉的，我也搞不懂啊，对不对？他就坏掉了，宕掉了。哦，永远停在这里，好吧？那这个时候呢，怎么办呢？就可以拔出来，脚要收回去，烧瞎，然后呢，打开舱门，然后呢，把它抽出来。把它抽出来，有没有？抽出来哦，证明给大家看了，不能关机，停止不能停止。那这时候已经超烫的，那怎么做呢？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再开机一次，让它把后面的档案存起来，修复起来，希望有救了哈。哎，开机，老板。不给开机了，超烫的烫死电池，这个算是已经很好的电池了，它已经不会容易过热了，但是呢还是会过热的，好吧？我们来看它的修复档案，哇，真是烫的，天哪！今天已经烫两次了，记得啊，你这个录影录到一半宕掉，开关机之后呢，要来再用这个 GoPro 呢重新开机，它才会帮你修复档案。不然的话，你最后那个档案是坏掉的，因为他没有把它 close 起来的话，那影片是不能用的。哦，了解吗？好了，我们看看他最后录的到底是什么鬼啊？有没有录完啊？有哎、欸，我们看看最后，那但是呢应该还是他就有录了11分46秒，还行啊，有救回来。